典的五瓣花一直受到女生的喜爱。今天艾米就为大家带来绘制日式小白花的方法，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刷上底胶，照灯，用火漆胶的红色为假面前缘刷出写法式。照灯，重复上色，增加饱和度。照灯，用小笔蘸取白色彩绘胶，在色块边缘拉出五片水滴形花瓣，组成花朵。照灯，用同样的方法再画两朵白花，记得每次都要照灯哦。用整角刷上封层，照干就可以了。水滴花瓣的绘制少不了多多练习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并交作业哦。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